他真的在擦。他搞听不懂吗？他只能念懂规矩。我去想让全世界都听到。Yeah， 此刻我独领风骚。喜欢这个音乐啊，那我就是努力的去把它弹好，不要留下遗憾。年轻人嘛，就要把该学的就要把它学了，不要到年龄大的时候留下遗憾。微陶艺也是在陶艺的基础上把它给微缩了，一样的，通过定中心、开孔、拉胚，然后塑形，整个流程是一样，大概15分钟左右就可以看到这个成品了。Oh my God, amazing！ 有才。可以教学，让更多的人喜欢中国乐器，我觉得很好的。他可能是在告诉我，他活得很好，真的太高兴了。最起码我知道他还活着，这样就足够了。他现在怀了3年9个月，每天放学都会练1-2个小时，本身是他自己比较喜欢。因为当时我看见有很多游客在玩，后来就尝试一下，大概吊水有7-8次，成功失败无所谓，主要是体验这个过程。如今我们在高原上专门种植萝卜，种植面积从几百亩发展到了10000多亩。之前高山萝卜知名度不高，但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还有直播，让很多人了解到了这个深山美味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就每次自己累得快趴下的时候，我就这么跟自己说，就遇到困难就去攻克它呀，一遍弹不好你弹10遍，10遍不行100遍，你就是痴迷进去，必须要把它练下来。